放下手里的活啊，召开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。不是，我做饭呢，得做完的呗。做完了就完了。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姑爷，啥？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，咱们的家庭很可能会失去一位亲戚。你要离家出走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小姨夫。啊？你小姨夫要离家出走？不是离家出走，妈，我问你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跟我小姨夫有关系？今天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你小姨生日啊。对呀，是我小姨的生日，我敢保证我小姨夫肯定忘了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我小姨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我仔细聆听了她在电话那头的嚎叫啊，大概内容就是这样的。我小姨夫自从当上了经理以后啊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眼里就剩下钱了。哎呀，看不得身边的人比她好，身边的人比他好一点儿，他就羡慕嫉妒恨，全部的精力全放在这儿了，根本就不回家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认为这个家庭很危险。哎，顺风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的这番话，妈咋越听你像说你自个儿的呢？是我的家庭，谁说谁呀？不是我，是我小姨夫，咱得赶紧想想办法啊。那咋整啊？啥办法、啊？这人家家的事儿，咱能咋办呢？咋办？硬掰！你给他打电话，把他叫过来，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他。妈，咱娘俩还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！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是吗？来了以后啊，你们听我的。哎哎哎，我呀，啊，行行，我去，完了你们就配合。好，陈顺风。哎，顺风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来了？什么事？自己办不了了。想起小姨夫来了，我来给你办。我确实是办不了了啊！看见没有，上着厅来的啊，来了啊，来了。小姨夫，怎么的？我问你啊，你看你这，你一天到晚你这忙什么呢？忙啥啊？啥忙？我忙啥？哎呀，把我累。你今天忙啥呀？今天没事。今天啥日子？重要日子。关键日子。对。哎呀，想起来了。我要账。哎呀，你要什么账啊？小姨夫，今天我请你来啊，我是想告诉你一点你们公司的一些个小道消息啊。别理他了。我们公司小道消息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？我跟你们公司的赵总有业务往来。真的？哎，我天哪，赵总怎么说我？哎呀，哎呦，对你评价很高啊。是吧？哎，一块儿干的公司啊，虽然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平时都是哥们儿。今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奖金条，现在全公司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呢，有没有我的名？第一个名字就是你。多少钱？奖金一万。姐，姐夫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啥事儿啊？过来，说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奖金一万，跟他俩说，你跟我说啥？大点声！我小姨夫得了奖金一万。看我干啥呀？他说的。啊！哎呀，顺风啊，那个你看清楚了。你小姨夫真得奖金一万？一万，不是，那一万是一个一，后边有四个零。对，中间有小数点没有？停，干啥呀你们？怎么这么个心态呢？啊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咱们还是亲戚呢。啊，对呀。再说我是那个中钱财的人吗？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哎呀，三千繁华。弹指刹那，百年之后，一把黄沙。你这境界，哎呀，没有，小姨夫，何家，你这么一说，你的境界很高啊。哎呀，干啥呢你俩？啊，那个炒土豆丝儿。做点饭。对。做啥饭啊？把土豆丝倒掉。啊。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吃海鲜，我请客。吃海鲜呢？你家太热了，有水没有？有，有水有水。倒刀上了。哎，来。哎呀，别激动啊。慢点。小姨夫，小姨夫，那个，你们公司有个叫李兴国的吧？李兴国，我知道。啊，他是第二个名，他得了一万二。哎，怎么的了？
子，你金国得多少？得12000啊。他凭啥12000？他就是12000啊。啊？李兴国12000。我怎么了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不是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吗？他拿12000比你多点儿，能有什么关系呀？关系大了。啊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那可能是领导认为他比你贡献大。对。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他拿12000，我应该拿12万。不是，他是不是跟你们赵总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，这可能。都是男的，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呀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你听我说。那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是吧？名利都是过眼云烟，三千繁华弹指刹那，百年过后一把黄沙。背词挺快呀、啊，说的对，对，是，我听你的，哎、啊，你看，要不然、啊，哎，对，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哎，哎，小姨夫，醒醒，别动着，哎哎，别在这儿睡呀、啊，着了，是，啊，缓缓。你说的对啊，我不还是经理呢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他还是保洁。是是，就是。哎，这我说吃啥待会儿？啊，那个，你不是请我吃海鲜吗？吃海鲜吗？吃啥海鲜？土豆丝没到，就吃土豆丝吧。我的妈呀，海鲜和土豆丝这差别也太大了，落差。我落差更大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哎呀，都知道了。来，小姨夫，喝水喝水喝水。其实啊，你们公司有比你拿的少的，怎么样？大多数比我拿的少。我叫王二愣的吗？王二愣，我知道。王二愣拿了8000。又怎么了？哎呀呀呀呀！小姨夫又怎么了？王二愣拿多少？8000呢？8000啊！王二愣，王咱不说了。二愣，明白了吧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大傻子，在我们单位，哎呀，你跟他说句话，他3天听不懂啊；他跟你说句话，你也3天听不懂，明白了吧？不是，他拿8000，我应该拿8亿。小姨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他拿8000。你不还比他多2000呢吗？我是比他多2000块钱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掉了2000层脸皮。哎呀，在单位我还怎么混？哎呀，心理格局啊，对，钱财身外之物，哎，名利过眼云烟，三千繁华弹指刹那，百年之后一把黄沙。哇，你要再撒黄沙，我就自杀。哎呀呀呀，行了行了，妹夫，你不是要请俺吃饭去吗？对呀、啊，咱们去吃饭去吧。吃啥饭？你们俩高血压那么大，你别吃饭了。吃海鲜和高血压有关吗？当然了。啊，你就说吃土豆丝儿，就完了吧？那怎么吃呀？对呀、啊，下点挂面。我的妈呀，挂面了！我也在这吃，还多一口人还。行了，也不怪我小姨夫啊，他生气。啊。我发现了，他们这个单位啊有问题，不公平嘛。你算说对了啊！现在我们单位，我跟你说，有本事的人不用啊，没本事的人贼用，完了以后贼多钱。烦死了！啊，你放心，你的事儿我得管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打什么电话？怎么会？还不够丢人的呢！算了算了，1000块钱嘛，我想开了。那行，那不打了。能打还是打吧。左六就丢人了。那行，你给他打啊！你说话隐晦点。行行，别说咱俩在一起。你出去打。行，我出去打。你快点回来啊！好，好，好。我说妹夫，我说你着这么大急，你真犯不上。多得点钱，少得点钱，能怎么着？是不是？咱们还有那10000呢。对呀。他打完了没有？哎，他刚出去，还没打钱呢。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姐夫刚才说的对啊，你听姐的，那不就差那10000块钱吗？是不是？要说这个心态呀，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那宽敞的多。但是要论这生活经验，那姐和姐夫还是比你的差。咱俩在这放屁呢。哎，陈志芳，这人呢？哎，哎，说好了没有？哎呦，全打听清楚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说，小姨夫，咋回事啊？
这下全明白了啊！李兴国、王二愣，确实都是那些钱，凭什么？但不是奖金啊，是生活补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听见没有？啊，平衡了。这怎么？生活补贴啊？啥意思？说明他们过得没我好，是不？多点钱，多点钱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他还是比你多呀，人家是一万二啊，多两万才好呢，说明他生活更不好。不但我不嫉妒，我还要拿出我这一万块钱的当中的一些钱，我给他，我补贴他，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小姨夫，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，那还一个事儿，我告诉你吧。什么事？你们单位新调来一个经理。对呀。跟你同名同姓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三天前调来的，我还没见面呢。他还是没明白，也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第一个名跟你同名同姓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小姨夫，妈爸都别管他，这种事让他自己醒啊。哎，不是，哎呀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打电话。这打什么电话？别打什么电话？电话呀！哎呀，你别打电话。小姨夫，就刚才你这出，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，让你看看你什么样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刚才这一系列的事儿都是我编的故事。我整不死。哎呀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呦喂！小姨夫，我这么做主要是想让你知道什么叫舍得，什么叫舍，什么叫得。你就舍得我，回一边去！你上一边去，上一边。别闹病，好好好。这坐下。来来来，我跟他谈谈。哎，对，你快坐，快坐。你那什么，你上一边去啊？那个，咱俩聊聊，我也采访采访你，好不好？我问问你，你幸福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幸福吗？那阵儿不过去了吗？不是，在你这儿没过去，你就告诉我，你生活的幸不幸福？幸福啊，我每天忙忙碌碌，上下班挺充实，挺幸福啊。家里呢？谁家？你家呗。谁家呀？家里挺好啊。你是挺好的，你考没考虑过你家里另一半的感受？人家嫁给你，那就是打算风雨同舟，跟你相依相伴一辈子的，跟你挣钱多钱少没有关系。家不是旅馆，男人在外边乘风破浪，你得不时地回到家这个港湾去休养生息，加油补给。听明白了吗？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日子了。陈师傅，说啥？我一句没听懂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了？我爸的意思啊，说你该加油了。我车上还有两格呢。哎呀，没说你的车，是说你这艘破船。哎呀，行了，妹夫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对，我妹子，你媳妇儿过生日，忘了吧？啊，今天几号？你看看。哎呀，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对，坏了，我把二月当31天过了。哎呀。那怎么办？给他打个电话。不是，没买花的。得了，别来那套了，拾灰的吧，赶紧回家接他去啊！就在我家，咱们热热闹闹的过一个生日，行不行？对，我土豆丝都给他炒好了。对，菜都预备了。姐，姐夫，哎，盛峰，你们今天真的实实灰灰给我上了一课。你们要是不给我维修我这艘破船呢，今天有可能就出礁了。谢谢你们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去接他。好，对，好，好好说啊，态度好点。你先过来，行吗？不是，怎么还有事啊？这回能好点。我奖金到底多少？一万啊！说准了。我清楚的看见了。土豆丝倒掉。今天跟我出去吃海鲜啊！又吃。都去。我先打个电话。你打电话吧。哎呀。喂，老婆，你等等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行了，你别骂人。我跟你说，
我是这大半年我没有怎么照顾你，我憋个大的，待会儿啊我就给你个惊喜，我去接你啊。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他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小姨夫这人挺好的。不是、啊、哎呀，顺风啊，啊，妈问你个事儿。你说说。那个他真得一万呐？得个鸡爪子他。哎，妈呀，那一会儿回来那要犯心脏病可咋整啊？爸妈，我也有这个阶段，我是过来人，实在不行我拿一万块钱给赵总当奖金给他发过去，要是一万块钱能把小姨夫的心态买回来，这一万块钱花得多值啊。哎呀，二姑爷啊，你的心态挺正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在咱们家我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其他人都是藕。哎，那我呢？你是藕片儿。你还给我改刀了你。哎呀，这爷俩。